这是昨天另一位邻居给我拿的，这个好像不是牛肉，叫 Beyond Beef，牛肉之外应该是，那种植物性的肉，对吧？就是那种素食主义者吃的肉，plant-based ground，植物作为基础的研磨的，这个不是牛肉啊，应该是那种模仿的那种肉，of plant protein per serving，20克的植物蛋白每一份儿，no soy 没有豆子，对吧？soy 是豆子的意思吧？no gluten。Gluten 是面筋或者麸质，是吧？就是那种麸子，就是小米粒儿、大米粒儿的皮儿，对吧？这里应该翻译成没有面筋吧？No GMO，GMO GMO 就是转基因，是吧？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，转基因，基因修饰的有机物，对吧？See nutrition facts for fat and saturated fat content，看营养表。为了脂肪和饱和脂肪的内容物啊，一磅，这个是另一位邻居送给我的，然后这个也是，这个是 Smithfield 的，就是猪肉肠啊，早餐香肠，还有送的这个牛奶啊，一加仑牛奶啊，昨天也没放冰箱，就是牛奶啊，一加仑的，先搁到这个下边，然后还有一些水果啊，他用的是这种。可降解的塑料袋啊，就直接给它撕开吧。昨天晚上他回来的很，我也回来的，我回来的有点晚，他回来的更晚。后来给我发微信说，这个他在门口等着我，已经把这个水果拿到门口了啊。谢，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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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啊，感谢这位邻居啊，谢谢，谢谢。